过来，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都说呀，我们家的苹果是打了果蜡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表面本来就有一层天然的果蜡，本来就不值钱的东西，你觉得我们会打蜡吗？看看，这种苹果呀，在产地很实惠，你们喜欢呀，就点个小爱心，我们之间交个朋友，十几块呀，我给你邮一箱。有些人呢真的很过分，价格看都没看就嫌贵，给大家切个血橙吧，他又问你刀卖不卖，上面不小心挂了个树叶吧，他问你树叶包不包邮。我们家的血橙汁水丰富，香甜可口，看到什么样的收到就什么样的。表姐你在吃什么？我要吃沃柑啦，柑橘类的大哥大，非常的甜，水分非常的多，而且它吃起来没有渣感的，看一下。哇，哎呀，今天农民太难了，看一下地上随便捡都是芒果，但是呀，像这么好的芒果，我猜呀，假如说被哪个中间商一拉走运到你们那边，最少要被卖到4块多斤吧，那也太坑了呀。如果说你们喜欢吃呀，帮忙点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就有，皮薄肉厚，超级的甜。刚刚果树上给摘下来的，咱们给它打开看一下，把这个拔出来，香甜软糯。这个是掉在地上的，然后也不知道里面是好的还是坏的，给它打开看一下。哇塞，老板，这是什么桃子？这么大，这么特别啊！这是我们陕西的黄金大蟠桃，我想买一点尝尝啊！哎，你都来桃园了，随便摘着吃吧！啊，不是，我自己刚尝了一个，我想买给父母尝尝。哦，那孝敬父母可不能马虎，只要你轻轻点一下小屏幕，来我直播间，20几米，给您包邮到家哦。来看看，这个呀，就是平时你们在外面要花20几才能买到1斤的糖炒板栗，在树上呀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给你们看看。其实呀，像这么好的板栗啊，在我们产地啊可便宜了，就是因为被那些人啊低价收，再高价卖给你们。瞧瞧，嗯，又脆又甜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下方小黄车只要20几啊，就能给你发一箱，还包邮呢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看看这啊，这叫牛心柿子啊，黑色黑色的柿子啊，看一下啊，黢黑黢黑的啊，柿子饼啊，看着非常甜，非常好吃啊。南方北方都可以摘籽，有喜欢种植的朋友们红心关注。大哥，这都大冬天的，马上过年了，你这树上怎么还有梨呀、啊、你家梨长这样啊？我知道了，红红的肯定是西瓜。哎呀大哥，一看你就是农村来的，你家西瓜长树上啊？我看着好有食欲啊，我在哪才能买到啊？你要想吃的，点个小红心来我直播间就可以买得到了。哎呀呀，别搞别搞了，再尝尝尝。那什么，玻璃凤梨啊？凤梨。哎呀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吃的，要削皮吃的。削皮啊，来削皮。哇，水分这么多，果肉饱满，金黄色，肯定很好吃，尝一尝。哇，好甜啊！今天有活干吗？没有。哇，老板今天发型好帅哦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啊、有这么帅吗？哎，你这小子，我太难了。嗯，